啥颜色？红。颜色就是颜色。黄，黄色，三颜色，三颜色之一的黄色。蓝色，三间室，三间室，城市。这个就是色盘，色盘。紫色，三间色的紫色。绿色，三间色的绿色。这是黄历，黄历，黄历就是黄色放的多，蓝色放的少，75%的黄，25%的蓝，25%的蓝，黄历。蓝绿，蓝绿就是蓝色放的多，蓝色75%，黄色25%，蓝绿。黄橙，黄橙，75%的黄，
25% of the 红, 黄橙。红橙，红橙，75%的红，25%的黄，红橙。红纸，红纸，75%的红，25%的纸，红纸，蓝纸，蓝纸，75%的蓝，25%的红，蓝纸，这个就是色盘，色盘就这样画好了，然后就饱和度。饱和度，饱和度越高，色彩就越鲜艳；饱和度越低，它就偏灰，越暗淡。高饱和，蓝色的高饱和。纯度就慢慢在加，还有互补色，互补色对比色，对比色就20%。你看，这样，这样，就是两个对比。互补就是80%，互补就80%，就是一样直线。这就是互补。废话呢？绘画和谐很重要，和谐。其中就有单色和谐，就是一种色、一种颜色在一起能形成和谐。然后就中性色和谐，中性色和谐就是黑白灰，无论和哪种颜色，它能达成和谐。然后互补色和谐，互补色和谐就是黄色跟紫色，红色跟绿色，红色跟绿色，互补色和谐呢，要注意比例，就是，假如红色有80%，那绿色是最多加20%，或是10%，这样也能成为一种互和谐。一幅画。一幅绘画中，你就要把这种把冷色、暖色还有中性色
融合起来，融合起来达到很好的效果。就这样吧，这个试完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这样。宣读一下，饱和度越高，颜色越鲜艳；饱和度越低，色彩偏灰。这就是饱和度。啊，三颜色是红、黄、蓝。那三间色是橙色。尖色就是两个是夹子调出来的橙色、绿色，还有紫色，三间色。冷色颜色偏暗。你看这些都是冷色，这些都是暖色。中心色黑白灰，还有中心色，还有这种。红黄蓝三种颜色加起来一起调和，比例一样，它就会变成黑色或者棕色。